我一直就是挺想跟他们说的，就是是他们真的让我感受到了，就自己不是一个人，对，是他们在跟我同时我们在一起努力，然后就会让我怎么说，就是更加的有动力，然后会更加的努力去做。因为我想到我现在这么辛苦了，但是他们可能还在做着更辛苦的事情在后面支持着我，所以我一定要加倍努力去回报给他们才可以。然后就想跟他们说一句，你们真的辛苦了，谢谢你，我们一起继续加油。